该怎么度过假期。不清楚哆嗦雷斯最潮最硬的点在哪里？想要了解哆嗦雷斯最新的潮流，一切尽在尤里卡的哆嗦雷斯生活。新观众初次见面，老观众一天不见，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你们的尤里卡。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是为所有第一次来到哆嗦雷斯的游客们准备的特辑。尤里卡我会非常详细的为大家介绍每年夏日最大的活动——哆嗦雷斯极限铁人大奖赛的相关内容。那么，废话少说，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首先，例行介绍下我们的双日程——哆嗦雷斯。坎黛拉市长曾经说过，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在其他地方经历过什么，在哆嗦雷斯，你都应该放下他们，享受这座城市带给你的欢乐。没错，哆嗦雷斯就是能给所有人带去无上享受的欢乐之都。当然，要说我们哆嗦雷斯最大的特色，那自然是玻利瓦尔，哦不，是这片大地上独一无二的人工海了。凝聚玻利瓦尔工程师最高智慧的人工海工程，完美还原自然海边环境，储水循环净化系统，还有比自然水域更刺激的人工海浪。相比其他一些旅游城市，依靠举办赶时髦的主题节日，吸引游客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危机四伏的自然水域，哆嗦雷斯可以说是环境最最最安全的旗舰七星旅游城市。为了保持海水的质量，每年的夏季，也就是现在，哆嗦雷斯就会移动到最近的水域进行人工海的储水更换。原本换水是一件毫无趣味的事，而坎黛拉市长却将这件事与比赛结合起来，让它充满了趣味性。而这个比赛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哆嗦雷斯极限铁人大奖赛了。想要在哆嗦雷斯定居，不再受外面的战火纷扰吗？想要体验财富自由的感觉吗？想要享受万众瞩目的待遇吗？想要成为坎黛拉女士的座上宾吗？你不想？不，你想。放下你手中的一切事情吧，因为他们无法帮你实现这些，但极限铁人大奖赛可以。这个夏日最盛大的庆典即将开幕。首先是十天的海选时间，参赛者需要在城市各处举办的内容各异的海选比赛中出现。海选将会总体举办40场，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将会有40支队伍参加正式的比赛，然后是总计3轮的正式比赛。第一轮中，所有队伍需要在已经被疏散完成的东城区里寻找试金，并交给工作人员。通常情况下，将会有20支队伍在这一轮被淘汰。第二轮则是以半座城市为范围的铁人3项项目，而这一轮最先抵达终点的10支队伍将获得进入第3轮的权利。到了第3轮，参赛者们将会来到我们的游艇，在这里决出的胜者将会成为我们的冠军，享受市长亲自提供的豪华晚宴和丰厚奖品，当然还有为城市按下换水闸开关的殊荣。啊，对了对了，好的。那么这里紧急插播一条新闻，哆嗦雷斯警察局会同工商联合，就在刚刚对全市发布了几则通缉令。现今公开通缉4支近期流窜到哆嗦雷斯，在市内引发各种恶性事件的外地团伙，他们为哆嗦雷斯的市容市貌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如果有人能够提供他们的线索，或者协助抓捕他们，工商联合愿意提供丰厚的奖赏。但是需要小心的是，这几支团伙似乎实力相当强劲，如果他们与本地团伙进行勾结的话，将会变得十分棘手，请有志之士务必小心行事。以上就是插播的新闻全部了。哆嗦雷斯除了最大的人工海，市内也有中央湖泊以及错综复杂的河道。
为了各位到访游客的安全，在城中观光时务必注意以下情况。首先，注意涨落场。是的，尤里卡，我也是来到了多索雷斯才知道，海原来是会涨潮和落潮的。所谓的涨潮和落潮，就是海边的水位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而为了给大家带来更真实的与海有关的体验，坎黛拉市长斥巨资，科学家团队在几年前开发出了模仿这种现象的技术。在海边行走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被淹没哦。然后注意深水，有些地方的水位意外的比你想象的要深，千万不要贸然进入。好啦，尤里卡知道的，听到这么说，肯定有人反而想要去这种地方玩一玩的，对吧？放心，通常在这些地方附近，应该都能发现市政府专门准备的特制水上平台，只要放在水上就能自动展开，而且在平台上做剧烈的运动都不会翻，很厉害的。最后，注意水上驾驶安全。城内有不少租借水上交通工具的地方，但是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河道中，都不要横冲直撞哦。观光时可要千万注意，尤其是第一次来多索雷斯的旅客，不小心的话可是会吃亏的。不过多索雷斯是一座顾客至上的城市，各位如果只想安心的在室内玩耍，尤里卡我也有一些小妙招交给你。究竟是什么小妙招呢？广告之后精彩继续。武器改装爱好者的圣地，多索雷斯最长寿的武器店，被无数暴徒觊觎却始终屹立不倒。想要点新花样，去防卫精品看看，开店时间不定。欢迎回来，是不是很想知道小妙招是什么？别急，这就告诉你。其实多索雷斯作为一座开放的城市，吸引了许多有才能的人前来这里，而其中就有许多擅长定制和改造的人才，他们能够为你的随身物品进行一些调整或者增加配件，最常见的比如说施术单元啦、武器啦。当然你要是想改造你的包包也不是不行啦。至于具体能改造些什么功能，那就很多啦。一般来说，武器改造和一些能够让你在城市中更好行动的改造是比较常见的，甚至还有远道而来就是为了改造自己装备的人呢。有没有感觉心动了起来，想要立刻去找这些大师做一些改造啦？不要急，尤里卡我还没有说完呢。有没有发现这些改造都有对应的商标？没错，这些改造分别对应了多索雷斯各种商品的标志物。其实这几年在多索雷斯，大家开始了一场对咖啡、小吃、酒精饮料等当地特产的商品标志物收藏狂热。只要带着稀有标志物登门拜访，改造大师们很乐意为你制作对应的改造或者配件哦。而且即使运气不好，同一种标志物收集了太多也没关系，改造大师们好像都挺愿意帮忙回收这些多余的标志物的。只不过他们比起用钱，似乎更喜欢用约翰老妈超市的代金券来交换，这是为什么？尤里卡我就不知道了，或许是某种仪式感吧。哎呀，不知不觉就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呢，不知道今天的介绍有让你更加了解这座城市还有极限铁人大奖赛吗？后续我们也将推出更多系列节目和采访，来让观众们能够更好地度过这场夏日最盛大的庆典。而尤里卡我也将作为大奖赛的主持与大家见面哦，敬请期待吧。多索雷斯生活带你度过最有格调的假日，拜拜。要精致生活就来约翰老妈，值得信赖的品质，精挑细选的产品，优质专业的服务，我们从方方面面提升您的购物体验，从日常家庭所需到个人提升用品，再到极端环境防护，一切尽在约翰老妈超级市场。所有产品均源自哥伦比亚最先进的工厂。极限铁人大奖赛期间尽享特别优惠，强森牌运动护具及运动饮料全线八折，激活你的运动本能，欢迎前来选购。结束了，接下来是大奖赛节目的彩排了吧？哎，
没事，我还不累，而且难得的机会，我可要好好把握才行。我还从来没有上过那艘游轮呢，真想站在那里看一看这座城市的风景。哎，对了，听说龙门这次接受了市长的邀请，要派人来。那个魏总都不会来吧？听说很帅的。喂，等等，这个怎么没关掉？我刚才的声音不会放出去了吧？不是吧？导播，快救救我！気をつけてね。ここからは集中していかなきゃ。これを吸い込んで消化すればいいんでしょ。頑張るよ。私にとってはやはり剣の方が手に馴染むからな。だが状況によっては確かに射撃の方が役に立つこともある。Hello, 听得见吗？啊，听得见，听得见。晚上好，我是本环节的 MC。那接下来将由我……说好的我来说的啊。晚上好，我是本环节的 MC。接下来由我和刚才那位一起为大家带来夏日嘉年华的特别通讯哦。哎，对，没错。哎，我们的名字是……名字不重要了。话题回到刚刚放出的 PV 啊，相信各位除惊喜和激动之外呢，心中一定抱有一定疑问吧。别着急，下面我们慢慢道来。首先从哪里说起呢？啊，好的，我们重新来认识一位老朋友吧。在刚才的 PV 中也看到了，经历了窃城事件的陈将在这次应邀前往多索雷斯。相比在龙门时期的陈 Sir， 本次与大家见面的假日威龙城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和之前的神情相比，看上去假日威龙城似乎更加温和了。那不知道在度假的过程中经历了什么人和事，让它发生了如此的变化呢？你说的没错啊。不过不变的是，陈心爱的赤霄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他身边。在此之外呢，陈 Sir 好像似乎也挖掘了新的战斗方式。这次的一格干员假日威龙城将以狙击干员的身份与大家见面。拿起远程武器的陈 Sir 与松果与送葬人类似，
其实就是攻击会对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伤害的那种类型。但比较特殊的一点在于呢，它的三个技能都是弹药类技能。诶，什么是弹药类技能呢？其实就是技能开启后拥有弹药量，打完子弹才会关闭的技能类型。例如龙泉的二技能便携破城石，灰烬的突击战术，并且啊配合他的第一天赋节约风气，技能开启的时候每次攻击都有一定概率不消耗弹药，并且呢他这个技能还有附带的效果，就是使其他的狙击干员的弹药类技能同样享受一定比例的效果。哇，那这听上去岂不是血赚？这不但对自己有效，还能对其他的干员生效。你说的没错啊。然后他的一技能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灵活并且高频触发的技能。技能开启的时候啊，橙色会装填高攻击的弹药，并且它的特性伤害提升会覆盖整个攻击范围。然后二技能呢，是开启后橙色会发射特制的弹药，让敌人一起感受假日狂欢。啊，其实它的效果呢，就是在地上生成一个范围的 debuff， 敌人经过的时候，移动速度和防御力都会降低。然后呢，这个技能它其实是一个蓄力技能，在蓄力状态下开启时，它的弹药量会大大增加。嗯，对。那么它的三技能呢，是一个高爆发的决战技能。那这里我们就先不啰嗦了，老规矩，直接上视频展示。哎，这里不是喧闹法则的关卡？是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陈作为一个狙击，虽然是高台，但是它仍然有一定的生存能力。啊，陈背后的射手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并没有对陈造成什么伤害。然后这边我们看准备开启三技能，然后它三技能啊，其实技能开启的时候，就是它的输出水平会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它攻击力提升，并且它一次攻击造成两次伤害。对，同时也会消耗两发弹药。同时啊，它跟二技能类似，就是它攻击的时候会对场地上附带一个 debuff， 经过的敌人呢会防御力和移动速度大幅降低。哎，刚刚看到那个金色的特效是什么意思？啊，那个金色的特效啊，其实就是橙色的第一天赋节约风气，它触发时候不消耗子弹的效果。哦，那么了解完老朋友的新面貌，接下来欢迎新朋友水月。这位干员好萌啊。对啊对啊，这么可爱一定是。不过水月可没那么简单哦，在故事中作为极限铁人大奖赛的参赛选手之一出现，可谓一出场便惊艳全场。作为大胃王海选的就是刚才导播投来了炙热的警告目光啊，的预测详情如何还请大家进游戏中体验了啊。不过在我的争取下啊，就是这位新朋友的技能方面我们还是可以多聊聊的啊。水月是一位阻挡为零的特种干员。哦，那就是大家俗称的地刺干员啊。是的，但是和其他的地刺干员不同啊，水月他的特点是输出能力很强，并且水月的第一天赋啊，可以为他提供一定的法术伤害，所以他是一个物法双修的混合伤害的干员。他的一技能啊，是一个短 CD 可充能的强力击类型的技能啊，并且技能触发的时候啊，他的第一天赋的效果会得到一定的增强。二技能开启的时候，水月他的攻击间隔会缩短，攻击力会提升，并且第一天赋会额外攻击多个目标，并且束缚一段时间，是一个附带控制能力的技能啊。然后三技能呢？三技能的话，我们还是老规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演示。这里我们来展示的是水月作为地面群攻干员的特点啊。他作为一个地刺类型的干员啊，是可以部署在非常危险的地方进行作战。然后这边我们准备开他的三技能。哇，这三技能范围也太大了吧。是的，不仅如此，他的攻击力的提升也非常高，并且他第一天赋是额外对两个目标造成法术伤害，是非常适合在范围内敌人特别多的时候使用，造成了成吨的伤害。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之前提到的职业细分的构想呢，也即将要和大家见面了。是的，为了博士朋友们更方便理解同一职业下不同干员之间的区别，我们根据原本八大职业的特性进一步划分了分支。哦，能仔细说说吗？啊，比如说啊，我们以麦哲伦为例，可以看到他的职业是辅助，然后他的分支呢则被划分为叫召唤师。但需要说明的是啊，同一分支下的干员是拥有相同的特性的，
通过这种分支的划分，我们就可以很形象地联想到小企鹅的特点了。既然提到了特色与印象，顺带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看看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系统——模组。啊，对，模组这个系统呢，是干员提升到精英二阶段时解锁的一个新系统。这个系统在初始解锁时，干员会穿戴一件基础模组，在满足一定任务条件后呢，可以获得指定的特殊模组。拥有特殊模组的干员会能够强化自身的基础属性，还能够使部分特性得到进一步的变化。我猜啊，有博士已经开始担心模组系统是不是会太复杂。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啊，其实模组系统啊，设计的初衷是希望挖掘每一个干员的战斗特色，但不会因为某个干员啊拥有了对应的模组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呢，也尽可能的让这个系统简洁易懂，不会很复杂。之后我们也会根据版本逐步开放数个分支下拥有精二阶段干员的模组系统。我们设想是优先保证所有职业的四五六星干员至少能拥有一件特殊模组，然后在未来我们更希望每一位干员可以拥有多件特殊模组，供博士们自由搭配。对，这样的话博士们就能够调配出一支带有你们自己个人风格的作战队伍，我已经跃跃欲试了。听起来很赞啊。啊，说到这儿，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件特殊的事情要宣布？对的，没错，相信博士们呢已经从刚刚的 PV 中已经了解到，明日方舟将在九月迎来第一批干员的中文配音。除了目前可以透露的阿米亚、陈、银辉和德克萨斯之外，还会有更多的干员的中文语音在同期以及后续月份中陆续上线。伴随这次企划的正式公开，同时也为了感谢各位博士的耐心等待，我们将为大家送上一张十连寻访凭证哦。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之后与干员们的互动交流，后续情报呢请关注我们的自媒体账号。哇，那这次信息量还真是不少，那之后的新挑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啊，确实，那么他来了，危机合约第六赛季蛮灵行动即将和大家见面。同时随着战斗经验的不断积累，一批干员也迎来了自身的提升，各位博士可以期待一下成长后的干员们如何在战斗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吧。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对吧？是的，没错，我们的主线故事新章也将在九月呈现给大家。不同于第八章，这次会是新故事的开端，我们会在一次普通的任务中跟随罗德岛的干员将视角转向小丘郡，面对不同于整合运动的当地势力以及新的敌人，揭开维多利亚地区神秘面纱的同时，明日方舟主线剧情将会正式进入新环节，大家敬请期待。包括这次活动以及未来，我们也在努力尝试许多新的内容，希望能让大家满意。确实啊，我们一直是在努力的。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要结束了？嗯，还没有， One more thing。 为了感谢今天来收看此次节目的各位以及一直支持我们的博士们，活动相关福利那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啊，官方还专门开设了本次多索雷斯铁人大奖赛的转播页面，专访、互动、各类奖励应有尽有，真的是不容错过啊。不过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位老朋友带来他的最新消息哦。作为限定六星干员的年，他的精英二阶段的例会也将迎来动态形象的展示形态。哎，等等，让我说完，我还能说。